12天，带着他们从他们的房间，然后从他们的房间出来，然后正好他们就会跟着我跑，然后我就给录了。啊，你说那只小的跑得最慢的，因为它太胖了，然后腿特别短，然后后腿就碰不到地，啊，所以就只能肚皮在地上蹭来蹭去的游啊游。那一只比较多，别的小狗不吃了，它也在吃。啊，它腿还短，因为它腿特别特别短。